OK， 我都叫哥哥。好，一声哥哥，我愿意承受这个。完了。OK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，耶、！我又来到了 VIP Barber Shop。所以呢，今天的题材就是越南辣妹洗头。大家还记得上次他们新推出的四手连弹服务吗？哦，我真的是舒服到直接睡着哎。所以呢，今天又要来提振精神一下啦，因为太想念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又想要来舒服一下啦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，到底是哪两位小姐姐要给强尼老师评鉴看看呢？Let's go！ 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包装哦，这个是英文，然后呢，中文。现在四手就在这边了，两个服务生 ，VIP 普通大房是70万，然后 VIP 房呢就是90万，那要开始体验了。然后今天有 Lucy 小姐姐，我的心真的是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。你好，你好，皇上，皇上是吧？哦，谢谢谢谢，娘娘。他又要跟我反驳了，他很爱聊天。我跟你们说，Lucy， 红奶 Emma 的聊，哇哦，很特别。他说 Hero， 谢谢谢谢懂我。这位小姐姐呢，看起来呢就是比较冷面哦，所以呢，等一下看强尼能不能融化她。M 的 large TY D 哦、哇，他还是可以聊天的。他有在笑，我看到他笑了，这很难得哎。包妞怼，还没崩怼，这假。露西小姐姐的按摩还是这么的舒服。这个按摩都感觉好像在做什么音波拉提，有没有？每次你看强尼的小脸，可能就这样来的、哇。这个好，好棒哦！哇，他冷笑一声。要奶 N 两级 ，N 五两级，五两。要奶？哇！哦，只有忙这个、Listen finger and tongue 啊！天哪，那我要不要邀请他下次跟我去？对，
他就这样子按脚，然后呢，他挖耳朵又超级舒服的，真的是直接躺睡啊，好享受啊。Very good， 不错哎，很贴心哎。哇！的。OK OK， 刀崩了，暖，一起吃，一起去吃饭。哦，他要我去喝酒，酒啊，啤酒啊，我被约喝啤酒了，太好了。OK， 走，洗头了。OK， 笑容好灿烂啊。OK， 好。我都叫哥哥，好，一声哥哥，我愿意承受这个。完了 ，OK， three more， OK。
冲的。撒完了。Very good。冲的。拿得到。啊 ？OK 他洗头很舒服哎，很厉害哎。然后这样边洗又边按摩，哦，我真的是会上瘾嘞。这样，就这样上去，真的很调皮耶。Stop now. Stop. Oh my god， 这样子哦，他叫我这样结束。我又找到一个调皮小姐姐了，我错了，她根本很爱玩。那这就是在 VIP 再次体验试手，哇，真的是颜值与技术兼具，新的小姐姐真懂哦。而且我根本被她骗了，她完全不是冷面笑匠，她超级会聊天。那 Lucy 一样呢，就是哇，超级完美啦。Thank you, I say you perfect。手某手某，那就是为了感谢大家呢，又有一点小奖励，谢谢你。干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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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ucy， 谢谢哇！大家其实呢也是可以小小鼓励一下他们啦，真的是很超值哦，我整个人就是舒服到睡觉啦。那如果你也想舒服的体验的话呢，欢迎来这里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大家拜拜。